们先来看一下数据，都是看点，看点。滔博现在前十五分钟的这个经济领先，就是说这个赛季十五分钟进攻性最强的就是 TS 2376的一个领先。那你看 ED 他这个血腥程度还是不太高。看一下焦点选手在中单的一个位置。及场均击杀第一名是奈特4.2，而第二名是高的颈椎。嗯，好，我有卡哥有自己的一个这个专属的一个数据面板啊，十五分钟的 K 加 A 来到了3.9，之前也跟大家聊过，在世界赛的舞台上面，高过3以上就是顶尖打野，接近4了，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据啊。发条现在打，发条，我感觉现在沙皇被削之后，好像效果确实差了点，是吧？对。确实，锤石来了，锤石那金克斯、厄斐琉斯有可能出。对，两边我觉得锤石有点烂，是，应该是个大赛。哦，杰斯、保一个杰斯、杰斯这个点我觉得拿的挺妙的。那这边乐福说可以，我可以给他，我觉得可以，是金克斯，我觉得可以，对吧？哦，蒙多办了，蒙多也是打乌调比较好的一个选择。哇，滔博阵容零先手，这基本上就是一个 poke 阵。滔博这个阵容好脆呀、啊，德莱文。Jackie Love， 哇！想了这么久，我们怎么漏掉了锤石的？不是这个阵容有可能就是，这阵容只有两种结果。对，十五分钟把边推了，是；要么就十五分钟就直接投了。哎，就是那种，哇！就是观众会觉得悬念就在15到20分钟、哎。今天这个比赛真的尽兴。哎，杰杰这个位置有机会啊！我又躲过来，但第一时间 Jackie Love 擦眼睛看到了，勾了一下太阳，交闪了。哎，补交的话要没了，这里直接被杰杰一个果断的闪现拍，很关键，因为刚那个位置他可能闪现会差一点距离。我感觉可能要撞墙。对，所以杰杰这个闪现拍就很果断了。是，他其实还是一个偏 poke 的，说实话，包括你待会可能打团战，德莱文的大招都要用来破破的。是，而且锤石可能不太需要去怎么主动，他就是保护。哎，这一个勾到了一个小炮，是小炮直接交治疗了。跟踪，但是卡哥是从左边过来的，那没破危险呀、啊，没闪现的，直接被秒了。哇，这一波小周的开还是开的不错的，又传到上半、他也没耽搁自己的刷野速率，但是奈特在中路，我看呀，怎么没闪？还是没、不太好配合。乌鸦这把野确实只能配合下路或者到六之后的塞恩。对，因为。中路你不可能说就对面有闪，然后 Scout 闪现给一个立场。对，哎呦，三个这个血量要毁了，今天可能先上跑道，是看有没有机会反蹲一下。这波有机会埋伏一下，奈特走过来，哎，但是这个蓄能的时间太久了。你说这巧不巧？很巧，很巧。因为主播还是一直在找机会。嗯，这一勾又勾到，又是灯笼，又是灯笼，这边还是想杀 Miko。哇，好险，这个 Q 技能并没有被厄运动白给摆掉。对，这个钩子如果没勾出去或者被挡掉的话，就人就没了。是，但是 Miko 刚好的闪现又是被卓的一个死亡判决给勾出来了。画面可以打呀，这一波。詹姆花朵看到了先锋的一个血量，卡萨已经进到了可以去拼惩的一个距离。哎呀，这边还驱赶了对方，因为这边是3-2，暂时的。发条直接拉了，700血被卡萨拿了下来，杰杰已经没血了，但是369。这波没闪现，他就直接被秒了。是他俩这边咬了上来，他站在了 Scout 的立场上面。一把又中了 Scout， 但是有一些闪现，姐姐还没有死，闪现过来想咬，但是没有加强的距离，最后是用一个 Knight 拿到了这个人头，最后是被 Knight 一个 QW 换了。是，但是旁边对 Knight 也是收下了两颗人头。中野换上野的话，滔博小赚一点，是有点难的。这波主要姐姐没血，第一时间他被发条打了一整套 QWR。然后这个时候想过来抢，给了个治疗，但是他还闪回去，他的闪等于是闪过去以后什么事都，他惩戒已经来不及了，对吧？那么杰杰只能 OB， 被迫 OB， 惩了一下这个魔爪蛙回来，有了一点血，过来挨了 Knight 一个 QW。这波卡萨打得好呀，虽然最后死了，他的效果全打出来了。对，就这一标如果中了，完美，就完美了。对，可以开位 poke 一下，杰杰被暴女插了一标，但问题不大。这里滔博要开的呀，中勾到了泰坦，这波的话泰坦直接交闪现，还好有闪，但是卡萨下一标看看怎么说，泰坦当然给了 Jackie Love， Jackie Love 这边还是收掉了背部的人头，这边还有一个灯笼可以再点一下，一勾就是必输了背部的一个闪现，对，死高的赶过来，但是没有控制啊，一v一的控制，没控死掉了，没控，开不了，后续赛恩来了。这一波一定是把所有人都叫上来的话，那滔博甚至可以选择把这条龙放给你。慢慢他在拖，对，没血要打了。
大家反正三 TP 的时候是被三六九锤了一套，对，然后等于这一波盛江哥这个 TP 是绝对有问题的，而且上路的三六九刚刚那波，因为他没有去支援，三六这边不走吗？是不是感觉走不掉了？兵线清掉了，这个三包一了，有 TP 先打一套，哇，没有兵线的话，一也不敢长越。是这波下来，感觉发条可能就直接再收两颗头。好，我这边再拿一个先锋，而且是三外塔已拔，这个先锋有非常多的使用方式。哎，这边回家杰杰被找到了，但。很大的一个破空间啊，而且卡卡现在身上是有蓝 buff 的，这个暴女现在等于是涌动的回复以及伤害，越拖下去越不利啊，一 GG 要么就绕了，要么就果断开，但汤姆选择把龙先拉过来，还要打吗？要开了，开车了，撞到了一个杰斯，给一个灯笼，但这边圣江哥的话可能第一时间被秒，结果来一个大招收到了这个圣江哥的人头，这一波圣江哥龙也打不掉呀，进去的时候 EDG 的跟不上的，明显是跟不上的，就 EDG 缺少开团手段，而且他们现在确实经济劣势，而且再加上阵容现在也是逃不得一个强势期，不太能跟得上。我还以为 EDG 他们会选择直接接盘这个小龙，但是小龙回血了，对，然后接不了，小龙也是有一个耐心值的一个机制的，是的，就虽然你看不到，不像峡谷先锋你看得到，但小龙是有这样的机制哦。哎呦呦呦，来，没办法了，哎呦，斩杀线算错了，奈特也有今天啊，被蓝 buff 秀了，蓝 buff 说我不要面子了，你拿大招杀我，蓝 buff 仰天嘲笑，还有谁把你人逼过来，杰斯在下面已经做表情，已经在拼了，哎，这波 EDG 明显察觉到了，这里要看 Mako 能不能把团开起来，有闪现的啊， EDG 开的能力真的是有点，而且你说啊，这个土龙地形的这一个石柱是真的有很客坦坦很烦，对吧，杀人也很烦，对吧，那个原本是一个完美的弯道，对，这个大龙念念不忘，杰斯是有替代，杰斯这边没什么血了，对，但杰斯是要回家一波，石头被打闪现了，下路火火三六九也叫闪，因为看到了赛恩，刚才是换了闪现下路，是，但是要打了要打了，先开一个没空，没空直接被秒了，被秒，大龙回血了吗？大龙回了，回了一点，还有一半，杰斯了，杰斯还在回家，是先锋已经要拆二塔了，赛恩是选择利用自己的大招开出来，开进来。但是今天被勾了一下，大龙这个血量感觉滔搏有点尴尬，三千多点 血必须要打到底了，但是隔壁快到光光点想逼一下，杰杰没血，被一斧都丢死了，杰克雷姆回头再把大龙一拿，但是发现疯狂的隔着这个大龙科在输出，他刚刚已经先点死了，滔搏可能要弱了，哎，不用打不了，哇，这一炮打中的话人就没了，万一劣势，对，我出一个什么幽梦，你看还是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他开不了团，是，而且这一波下路很容易死，我觉得主要还有一个下路这波杰斯是三六九其实隐藏有点力点冲，他把维克多的状态完全打掉了，对，然后赛恩是虽然他也到下路，但是他有一个大招过来的时候给了滔搏多一点，大概多了五秒钟的时间，滔搏很冷静啊，就拉在龙坑里面打，你也不敢过来，对，可惜就是卓这个位置是被小炮最后一个这波还有一个关键是 Scout 没大，他大招下路给用过了，对啊，所以我说三六九这波立小功，立小功，对，立小功，虽然画面没带啊，我画面回来有大龙的前压，我给他补一个攻冠军。哎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关键啊，现在是有一定战力了，三件套了，现在双 C 都三件套，是 DG 可能要尝试打一波了，但是还是这个问题，得把团开起来，一勾沈阳哥再次挡到，但沈阳的血量要小心，打得太快了，脚闪大招大招，直接把沈阳哥大招拉出来，哦呦，这个德莱文的大招差点把沈阳哥带走，这个亡命，那得回家了呀，回家的话没 TP 怎么办，是的，这边打大龙速度会非常的快，一秒两秒三秒，大龙已经翻起来了，没了，没机会，没机会，今天这个大龙还来不及，过到了Mako没什么血量了，暴雨拿到了大龙，但是白风疯狂在一点，这边的两个人有机会吗，杀掉了德莱文，但是锤石也倒了，沈江哥其他三个人击下来了，这时候被杰斯给锤走，这边再交一个闪现，哇，这个大龙 EDG 是把握到了那一些的机会吧，对于 ED 来说还行，他们杀了两个人，阵容打到后期其实 ED 这个阵容可以的，嗯，这波没可能大招给的还可以，是回头给一个大，对，正好是击飞了两人，就左他的往右边走，然后 JK Love 再往左边走，但是那个时间点 timing 没有抓好， JK Love 这波如果闪现交出来他应该是不会死，哎，十秒钟的小龙刷新，杰杰要小心啊，杰杰一炮没有吃，哎，远方这边突然撞到了卡
杀，关键的角度，在击飞，发下大招，被叶问闪现给躲了。在这个位置，感觉金针丸有机会吧？这把还是被换掉了。哇、哦，这里的话感觉 TOP 要收割了，杰斯下来感觉打不太过一滴。这里是后续卡莎没死，三六九战斗力拉满，哇，这感觉是个清场局了。是闪现过来一斧头，大掌感觉会一波啊。杰斯跟德莱文拆的有点快，是有兵线吗？直接招 GP 去补下路的兵线，有一台炮车。补到了，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一波二十秒能不能来得及？但这个兵线稍微要耽搁点时间，可以三个 C 到进门牙的时候稍微扛一下，再一波兵线出来，十秒钟，想办法为一敌争取一点时间。感觉好像一波不了，一波不了了，再拆一路还是怎么说？只要他们三个人有一个赛人，他们可以让赛人就一直扛这个门牙，对吧？咱要走了吧，一敌那边也。杰克已经复活了，复活了，点的速度非常的快、啊，还想一波，还是想一波。Viper 已经复活了，勾到了，杰杰还是被秒掉，只剩一个门牙塔，还有 Viper 又被斧头丢了一下，哇，扛不太住了，哇，没办法了，感觉这个水晶点就结束了。滔博第一把三十分钟出头拿下，恭喜滔博。因为看了一下，原本我觉得那时候滔博也在讨，就是在决策说这个到底能不能一波。对，但是杰斯还是没拖住点塔速度。杰斯跟德莱文拆的都很快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一把三六九的杰斯呀。其实三六九这个杰斯，如果处理不了，可以考虑抢回来。我很想问，就是杰斯玩的有点好。米勒一个问题哦，就那天我来跟其他解说讨论，就是三六九，你现在要让他选一个最有自信的英雄，肯定杰斯啊。我说杰斯，但有人不同意，有人说船长，但你不太同意我说杰斯。我肯定选杰斯，就是当前包含他生涯、哦、是，对，我觉得杰斯应该是杰斯，这个是最具有三六九代表性的一个英雄。对，主要他们不像是 IG 那种，可能就是打滔博，他我也跟你快。三六九，三六九最近连续收割 MVP。我刚刚只是三把杰斯是吧？开个玩笑说杰斯，但没想到真给了啊。但也合理，有他的道理。伤害占比打得比较高，然后最后一波团战，我觉得三六九就是发挥比较完美。可能没有第二波大龙团的话，我心中会想给到下路。就是选一个，就是着货的是 JK Love 选。对、啊、我个人啊，因为这把 TOP 我说实话发挥比较平均，就没有一个点说特别的突出。是，就发挥平均的话，感觉 MVP 给谁就是看心情。就如果说是投票的那种，就会看数据，票型会很分散。对，对吧？就狼人不好抓啊，不是狼人，是 MVP 啊。